CV 银行在日好伙伴，为您演示 ATM 机国内转账操作流程。请事先确认收款方银行信息，例如收款方为 CV 银行时，银行名称、支店名、账户号。插入银行卡，请选择地球图案的语言显示键，选择中文显示，请选择借记卡转账键。确认重要事项与手续费后，输入密码，输入转账金额，确认后按下确认键，选择 Seven 银行，输入收款方支店的首位字母，选择支店名，选择普通账户，输入账户号，按确认键，确认转账内容，需要更改时请按更改键，内容无误时请按确认键，再次确认完毕后按转账键，选择该收款方登记与否，完成操作，不需要连续服务时请按结束键，让您的在日生活更方便多彩。详情请向中文客服中心咨询。您好，